别说穷徒有想要挑战我，看我拿出一点点咕卡贴贴来应战，再来点咕卡牌、透明砖、咕卡夹、流沙砖，素材通通。穷婆已经放马过了吧？每次富婆都是一大桌的素材，看我拿出我的秘密武器，萝卜刀登场，戳戳戳，太好玩了！看我用这些可爱贴贴来箍萝卜刀，大家肯定都会选我赢。先把可爱的相扑小狗和小兔贴贴好，再点缀美美小装饰。刀柄上是绅士小熊和公主小猫，这么有爱的 CP 我先刻为敬。这次的电子素材真的太好看了，全都想酷酷往我的萝卜刀上咕咕。我这次用萝卜刀咕卡那么有创意，还咕得如此绝美，富婆肯定要输给我啦。穷婆居然用萝卜刀，看来我要拿出这块绝美的流沙砖应战了。让我先选一个少女心满满的千禧辣妹，超甜美的红色系美少女，谁能拒绝呢？你们记得选我，我才不会输给穷婆。绝美流沙砖箍好了，接下来请出手杖女明星美美麻薯姐登场。有了人人都爱的小麻薯，我肯定能锁定胜局了。穷婆就在后面追着我的汽车尾气吧，果然粉嫩又好看。之前还有个宝宝说想看折耳妹妹，满足你，可可爱的折耳妹妹安排上。你们还有什么想看的社团，都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哦。又一个绝美咕卡完成了，你们别忘了选我哦。